Hello， 我是阿怪，今天要介绍 Micro Hunter Tiny World。 Micro Hunter Tiny World 是一款有趣的冒险游戏，小镇的实验室正在进行一项神秘的实验，一次的意外爆炸改变了你的一切。一觉醒来，你发现自己已变得跟蚂蚁一样的渺小，瞬间变成食物链的底层。玩家将在这个未知的世界中展开求生之旅。刚进入游戏，我们会遇到一个超大的蜘蛛，我们需要边跑边躲避它的攻击，直到最后一刻，一名神秘的少女出现解救了我们，才发现故事的原委。游戏的类型是生存玩法，我们在根据地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收集物资，也可以透过制作台来制作师傅，用来砍伐绿叶，这时候就可以建设很多的建筑物。如果在采集物资的时候也会遇到其他的怪物，这样就会直接进行战斗。而战斗是即时制玩法，进入战场就会自动战斗，也可以使用技能。而游戏中比较有趣的就是伙伴系统，玩家可以在游戏中抽取伙伴，这些伙伴都是我们平常可以看到的生物，像是甲虫或者是螳螂。到后期得到蚁穴之后，还可以集结更多的小蚂蚁，这些小蚂蚁就很像小兵的部分，就可以与我们一起并肩作战。玩家需要一步一步解开谜题，让自己恢复到原来的生活。目前游戏是海外上市，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，我们将玩这款游戏叫做微型猎手小小世界。对，这故事剧呢有点像是可能是迪士尼啊，或者是一些动漫，那个动漫的话指的是电影动漫的一个情节。我们一瞬间不小心变小了，对，就跟蚂蚁一样的娇小，摸它会怎么样？感觉会被咬。我们现在成为了食物链里面的最底层人物。哇，其实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蛮酷的。好，还有这个啤酒罐，很酷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继续。Hey buddy， 感觉会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要帮助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跟蚂蚁是好朋友，可是蚂蚁会咬我啊！哦吼 ，spider， 酸，脚底抹油，哦，好晕，好晕，这个角度对吗？啊，反正这个画面它也不是非常精致啊，所以就不会有什么黄标的问题。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哎呀，我们的蚂蚁已经小蚂蚁已经死掉了。也遇到一金龟子，撞它！赛车游戏啊！他在后面吗？没有啊，这感觉还蛮好玩的。躲避蜘蛛的追击，前方有个棒球，棒球我们哪拿得动啊？是要怎么样爬走上去吗？跑跑跑跑跑跑！哦，棒球不是棒球棍。跳咯，他其实很可惜，他只有两个人物的造型。我们要钻到这个易拉罐里面，他就进不来了。但如果他进得来，我们就待宰羔羊了。怎么有一个人也是不知道跑了多久，知道听不到狼蛛的声音，他叫狼蛛哦。你是谁？我叫蜜萤火虫。我们进来了，明天再跟我讲，好吧？所以他整理的游戏的玩法到底是什么啊？是建筑吗？还是战斗？其实也不太知道。好，去跟安娜对话。
就我们变成了一个养成游戏了吗？哇，现在这个画面，我觉得这个画面感觉很棒。好，拿个斧头，拿了一只小的树枝。我这里还有一个制作台，穿戴之后增加15攻击力。好，我们想要干嘛？割这个绿草。可以建造梯子了吗？这样也太快了吧！只是割个绿草而已耶。哦，可以弄了很多全新设施了。哦，所以他就是那个实验室里面的人啊。哎，这里还不能弄。所以我们先去哪里？编织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用什么？编织这个什么衣服的？不过就是光影效果是还蛮不错，虽然这个人物的脸部啊、状态啊没有到非常精致，但我觉得还行。这头蟑螂，战斗时候来了，嘿嘿嘿，战斗，战斗即时制怎么那么可爱？哦，我们穿戴了。倒数计时啊，我知道啦，这应该是那个啦。好，我们先去拿电池，我们到时候可以建造很多东西。可是它这东西应该是固定位置的，感觉是这样。变成即时制，技能，很有趣。这也太重了吧。我们来增加一下我们这个屋子的安全度，至少它目前还是有中文版本啊，我们看得到这个中文字幕，玩起来就稍微轻松一点。要做一个草椅，我们要放置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他没有说放在哪里啊？这里啊，这里不行的。我可以先不要做啊，我要放，真的要放啊，好，那放在这里好了，感觉就可以跟他互动嘛，不然这画面 好有趣哦。建造一个仓库，我们需要树枝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另外一个，哎呦，会不会救到什么东西？救援任务，免费救援，哦，免费救援就转蛋呐、啊，好有趣哦！他的转蛋的问就是这个怪物补什么草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得到一个螳螂，就是得到一个伙伴就对了，我们可以有四个伙伴了。好，继续我们的建造工程。所以我其实可以得到其他武器，我就可以用其他的技能了。欸，我看不到了。好，我被挡住了。OK， 我们去建造一下仓库。左右，左右，左右，左右。所以我们家就是这个易拉罐。好，建造。
可是这个仓库感觉很容易被人干掉哎、欸，大家有理解我那意思吗？我这个仓库进去之后，开门，这空的、欸，这怪物一来不就把我们就把我们干掉了吗？还是要一点防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学会了坚果啊，什么蜘蛛网篮球架，宠物还可以多上阵一个，还可以升级耶，还有篮筐，好荒谬！好，我生存到三级了。蛮好玩的，这要干嘛？哦，储存东西。好，升级我们的武器，我可不可以换一把？等一下啊、哦，我们来看一下来。哎、欸，等等，这有一个东西可以领，系统。我觉得这送的这十个粉就是十连抽啊！我们在这十连抽之前呢，我们先看一下。我刚才有一个制作，然后这个是不行，这是道具武器耶。哦，我们有斧头，这个什么时髦，我们要当一个战士。好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走，我们先去砍一下。我们把我们的装备加强一下，好不好？装备加强，这可以啊。好，反正应该砍两个就 OK 了。我们已经有了这个，我们把这个这腿嘛护腕。我们还差这个，还差一个，好。OK， 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哎呀，没有成功。好啦，我们去把它加强。刚刚那个强化应该是在这里。嘿。强化是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哦，人物。好，我现在换了一个是很像矛的武器嘛。蛮酷。14级，等一下，我刚刚要救援，我们先救援十次。呼，吐，有一个金色的螳螂，甲虫，萤火虫，怎么都螳螂啊？不要再螳螂哦。双螳螂，靠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去探索之前，我现在已经有这个矛，我现在已经使用矛了。就你装备不同武器，它就会给你不同的东西。调整布阵。我用双螳螂吗？其他都太烂啦。好啦，双螳螂啦。Go！
战力过低啊。啊，我要输了。好了，应该只能到这里了，不能再打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战力过低了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就只好去加强我们的一些配件吧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先不要去，我们先去，然后把我们的战力医生加强再说，不然过不完啊。好，这个也要做一下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他先帮我找一下这个位置在哪。啊，我们把我们的医生功力加强之后，再去刚刚这个昆虫冒险区。外面也会遇到一些小蜘蛛哦。就不只是这个任务，随机也会遇到。好，制作。OK， 然后成功之后，哦，其实家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布置，但我，我不是做了一个椅子在这里吗？看一下，这篮球框可以做。可恶啊，篮球框需要很多东西，那这个这也需要很多东西，好可惜哦。好，那我们先把我们的能力加强再说啦。现在这样有强吗？这样子欸，把我们昆虫可不可以加强？因为我们只有两只啊，所以像这样子不行，满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了，加强了我们对方应该是不堪一击了。这里有一个什么补血啊？哦，补血。过了关了，他只要我过一之一啦，哈哈哈，我过带一之五。我们训练了五只马，这可以干嘛？这个养成玩法非常好笑。家里旁边摆一只，哦。也建造太多东西了。
探索新的地区，